喜欢，超级喜欢，超级喜欢。爱文芒果，爱文芒果。有海边的味道。都会了，个性蛮可爱的，今天就带他来做流体熊。没想到我们环球 S 九它有流体熊可以做啊，但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兔子，因为多会属兔，因为你不记得我呢，对，我的很满，不记得我的喜欢吗？因为我之前跟他在那个爱佩趴碰到的时候，他也是选那个兔子的头饰，我这哎个兔子去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喜欢兔子啊？我喜欢兔子啊，动物，动物啊，最喜欢兔子。兔子哦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流体熊，其实在台湾流行了一阵子，今天就带它来体验。来，欢迎我们的店长。对不起，聊太开心了。Hello，大家好。哎，脸好红哦。啊，来来，你站中间，你站中间来。好 ，Hello。太红了吧？你刚刚跟我讲话都没那么红。什么意思？他跟我讲话脸色惨白，比较害羞，比较害羞一点点。哎，我们多会是第一次做这个流体兔的部分。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？那被这边去压八下，压完八下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再拿调和液，大概到20ml左右，然后加进去，加进去之后再加一些水，再加进去，然后三杯都一样，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，都做三个同样的步骤之后，再一起把它加。加进去之后再画十字，大概画个三下左右。画十字哦。对，画十字。哦。或是搅三圈。搅三圈。然后我们再就是把它全部淋上去，可以先从这是关节开始淋，淋完之后再弄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请多会帮我们选三个颜色，三个，哼，一定要粉红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啊，白色。白色，因为他刚好穿白色，对。还有什么？还喜欢什么？哎，哇，他是看今天穿什么就对了啦。OOTD 的颜色，对，好，都会选好了，那我也来好了。哎，那我就拉库特的红色，好不好？然后，我想要黄色。这个哎，谢谢黄色的，然后再一个，这个好了，这样搭配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做吧，开始。哦，反正你们就他刚刚说要先从关节，对不对？对，先从关节开始淋。来，你在这边可以教他一下。哦，关节不错，知道吧？哦，对，挖到我，这样子。不要紧张。对 ，OK， 然后把它立，就可以把它立起来。立起来。对，然后可以开始直接去淋。哦，全部。对，全部。耶。对。有些没有淋到的地方怎么办？这边就是拿这个汤匙去捞它，然后它，对，它一样可以就是去淋它。OK，Wait a minute， 淋，淋完了。这个 ，here， 对，它的兔子，不是兔子，就是可以捞下面的颜料去，对，这样去，再去淋，它是玻璃，对，可爱的兔子，很可爱哦。我等一下做，你要是没有做，不会 ，Jacky 耶，不会，我好可爱哦，完了，就完了啊 ，finish，OK， 好，那这边要轮到我了，对，啊，你做的已经超可爱，我还没做呢，你等一下再夸，这是从这个关节，没错，从这个关节开始。他刚好高八度，从这个脖子这边先淋哦，好，然后开始喽，
喽！哇！啊！啊，手手手！哦啊！都会帮我用头发 ，OK。房子。对。哎，其实这颜色比我想象中好看很多哎。对啊，感觉很热情。很热情，真的像你一样，看到都会那么热情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们都很热情。因为我之前其实队友都有邀请我去做，然后我一直没有时间。这是我也是我第一次做。好的，第一次也是跟多会，荣幸你的。多会觉得很有荣幸这样子。他根本没讲话，一起。有他有讲，他有讲，他真的有讲啊。他刚不是讲啊而已吗？他说啊，很荣幸这样子。就是他跟店长不一样，多会是一个诚实的人，真诚的人，真诚的人，我也很诚实，真诚的人。OK， 这个荷包，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看过的，你有看过吗？嗯，我看过，你看过？你失算，失算，我失算，因为我还以为你没看过，在台湾看过还是在韩国？我在韩国第一次吃过，哦，吃过，再吃过啊，芒果嘞？芒果我最喜欢，最喜欢。最喜欢的水果，因为我这次帮他选了艾文芒果，是台湾最有名的哦，那可以吃吃看哦，我帮你挑选的，耶，啊，饮料也可以喝，好，你先吃完糖果啊，啊，有籽哦，有籽哦，是，단맛이좋았는데완전달고너무맛있어哦，而且很多汁，对不对？嗯，哦 ，juicy juicy， 对，因为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好吃啊。这个芒果最喜欢的水果，哎，你看我有帮他，我有做调查，对这个地方，他最喜欢芒果，我给他用了这个，最喜欢，超级喜欢，超级喜欢，爱文芒果，爱文芒果，美味しい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马西手，马西手，马西手哟！제일맛있어芒果먹었던것중에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台湾的芒果都很好吃。那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好不好？我们也可以带他去吃我们很有名的芒果冰，真的很好吃。芒果冰，芒果冰，哦，芒果冰，不客气。他먹어도돼요？他可以全部把它吃掉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这次呢？除了准备一些水果之外，是不是我还要准备零食给他？超多的，快买我大肉哥。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大家都很受欢迎的小零嘴跟泡面。哦，拉面까지있어。哦，都我的，都你的，这个谢谢。我这个吃过。小泡芙，好吃，巧克力。泡芙啊，你送了什么东西？我送了一个很庞大，哎，对，很精致的一个礼物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多会，对，真的，这是一个就是适合女神的礼物。谢谢，哇，来看看有没有想 open open， 呀，哇，来我把这个袋子拿掉，漂亮，嗨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他舍不得打开，啊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拆礼物有生日的感觉，等一下再返回去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现在呢？哦。来拿起来，好香，很香，玫瑰的味道。哇，谢谢哇！来，我帮他拿起来。很漂亮，好香，噔噔噔，啊，哇 ，It's for you， 真的漂亮，哦，耶，有一个东西要准备给他，刚刚做的，就是我们刚刚做的牛蹄兔兔，耶，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哦。他也会放在这盆花旁边。谢谢啊！其实我也知道，因为都会每一次来，每天都是通道满档。我要身为学姐的我呢，当然要准备这个，嘿，彰化的这
这个很显金，可以让你是装的，是装的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然后想让他喝喝看，没冲过来。哦，还闻了一下。喝喝看。 喝完了，很棒，还有一盒，要喝完了，还有没有绝望？还有点绝望，没有啦，这个是想说，怎么喝完一包？一有一盒，这个是要给他带回去的，家人也可以喝，对，我捧你们给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你喜欢，哎，好，照顾身体哦，身体，健康，健康，健康，身体，谢谢。 哎，那希望今天呢，都会有玩的开心。那可不可以请都会帮我们做一个 ending？ 请大家，收看《异想天开》，我们下次见。